公牛呢是属于一头大母牛，它肚里还有宝宝，所以大家正在想尽一切办法，怎么不伤害它肚子里宝宝，安全呢给它用到车上了。生活在我们农村啊，就有一样好，一家有事儿啊，大家都来帮忙啊，这些都是左。哎呀，挺好挺好，牛现在已经安全的走了，家人要给它圈回去了，圈回圈里，因为它毕竟带崽子了。这个车呢我们也要开回去了。明哥来一趟我们村，又救了一下缘，是不是？那必须的，有需要必须得咱得到位。对，咱们是拿教拿道啊。这不也是赶的巧啊，我们刚要上山，完我朋友来就来找我们来了，说他家牛受伤了，让我们大家去帮忙。我们这一听说，大家呼啦都来了。结果这个牛还挺好的，比想象中的好，它只是腿轻轻别了一下，而且刚才已经站起来了，缓过神了。这回大家就放心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期视频就到这了，我们要上山了哈。对，走了，拜拜了，出发了。